嗨，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回到爸爸 is you， 今天就继续来动脑吧。下一关，第七关。主要的目标是摸到棋子。如果把那个 think 推上去，好像就会造成 label is think 就不行，所以要想其他方法。首先，先弄出一个，这边弄个 wall is open， 然后 rock is shot and push。这样就可以推跟打开，然后把这道墙打开之后 ，think 把它推过来，然后把那个 win 取代掉，就可以变成 label is win， 应该是这样子。话说这个 label is 感觉好像跟外面的很像。先前往第八关。获胜条件是棋子，可是有很多 Kiki 不能碰，而且不能变成我，然后 Kiki 还会挡住。这样的话，先把它推过来这里，再把它变成我，然后有两个可以控制，往下推，然后把这个推掉之后，把这个 Nut 再推回来。之后往下跑，再把 Kiki 推掉，把 Kiki 往上推，把 Kiki 弄掉，再把 Nan 弄掉，之后再把 Baba is you 弄过来，然后 Kiki 不能变成我，所以 Kiki 变成爸爸，变成爸爸之后。好多好多我之后把 flag 变成 win， 这样就可以了。第九关，一样要碰到棋子，但是有被骷髅头包围着，这个可以成立吗？墙壁不是墙壁，有这回事吗？这样可以成立吗？哦，可以耶，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吧？再把它变成可以推，不是墙壁的就可以推试试看。这样子，欸，可以推了，我好像把它变成可以推，之后再把它弄掉，这样就可以碰到了。所以石头其实没什么作用嘛。第十关，获胜条件，石头要放在棋子上才能获胜。目标是要成立Baba is not Baba，所以说我会被挡住。先弄过来这里，之后把 Nut 推进去。再把个椅子推进去，只剩八八，这样就会消失。把右推上去之后，八八推上去就消失了，这样就成功了。这一关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好像是多一个 nut， 然后下面少一个洞，所以没办法把它弄上来了。八八 is you 放上一格，主要就是要呈现 not 八八 is not Kiki 之类的，这样子 Kiki 就不见了，再把 flag 结束掉。接下来第十二关，迷宫感觉好像有点复杂，要完成是 flag is win，
然后有很多东西在。你是说先把它往这边推，再往下推，再把它往右边推，之后这边可以下去吧？然后这里不能走，走这边，再把它推过来这边，把它推掉，之后要把它推进去吗？把墙变成钥匙可以吗？再把它推进去，这样子就可以。欸，这样不行，太危险了。欸，这样也不行，不然把它变。欸，这样会变草地。哇，这样就碰到了。把它推开就好了。这里有不一样的东西，这是额外关卡。获胜条件，椅子要丢进去的样子。哦，等一下，先把它变这样，之后想办法这样子。Papa is you， 然后把它推进去。A B C 是什么？先把额外关卡解决掉好了。额外的关卡。通通解决，好小东西哦。Win， Papa is you， Wall， Papa is win， 然后 Wall is you， 要变成那个样子，这样子，总算调整完了，调整好久，总算把爸爸跟 Wall 放在一起了，接下来。获胜条件要经过石头骷髅，然后弄个 Blake is win， 是要想办法把 Rock 跟 Skull 叠在一起吗？等待，已经叠在一起了，弄掉，把这个变成可以推，把它推掉，把它变成获胜，然后再回去。下来第四关，爸爸 has Kiki， 一样要碰到 Win， 要经过岩浆跟门，难道要把它变成一直在交换吗？就一个 has 在这里，然后你把它变成可以推的。多一个字应该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直在绕，所以说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走进来。欸，等一下，那个字还没完成。 Kiki has Baba， 之后等到 Baba has Kiki 再赶快跑过来，这样就成功了。这还蛮好玩的，不会很难，但是很益智。接下来这边是 ABC， 然后那边有个问号。ABC 也是一个关卡，那个问号应该是比较类似之前外面那个关卡的，之后再解那个好了。先看一下这个 ABC， 这次就有字了，一样要碰到棋子，会有 H 跟 T 跟 Moon。Moon is push 呢？先把它推过去，这个都借用一下，把它推过去，这样好像就太多了。让爸爸先拿掉，这样子之后需要 HOT H， 再把一个 O 拿下来，这样就会有爸爸 is hot， 把它弄掉。之后要把它弄出来，这样子我就可以到处推了。再把它推掉，之后再把这个取消掉，之后再碰到，就只是变成字比较麻烦一点。
第二关八，八八变成大的字了。棋子在箱子里，箱子可以融化。先把椅子又往下移好了，把这个弄上去之后，把一个椅子接过来，把它往下移，把它推过来，再把它变成两个八八，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 Part 跟 Float 这样子再碰到之后再把漂浮拿掉，这样就可以了。第三关，碰到棋子啊，前面加个 B， 后面加个 A 就是88，所以现在想办法把它交换，推我推，这样子，这样就有88 is you。之后可以把它直直的放吗？变成这样也算 BABA 吧，不是很确定，先这样子试试看好了。把它一样变成 heart， 这样可以吗？哦，好像成立了，来碰一下。哦，可以。接下来第四关，主要的获胜条件是棋子，然后我现在是Skull 骷髅，八八跟 Kiki 同时变成可以推的对象。八八 is push， 如果用那个大字的话，然后小字就可以放这里，左边就可以放 Kiki， 所以 Kiki 跟 I 要叠在一起，哦，这样就叠在一起了，这样就有我要的第一个字。然后接下来是 S 跟椅子要叠在一起，放到这边来，然后再把它变传送，再来就是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就有我要的第二组字。再来就是把它拿下来，八八。然后这里有个 Kiki， 接下来组成 is， 接下来变成推，这样就可以同时推两个了吧？没错，成功。又拿到一朵花了。第五关，获胜条件一样是棋子，但是有很多门，门不能推，钥匙可以开门，只能开一次吗？先把这个打开可以吗？然后 void push 之类的，这样子 OK 推，这样的话把它变成 open， 这样子就只剩骷髅，把它变成全部都可以推，这样子再把它弄掉，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到处推。第六关，目标一样是棋子，棋子在哪里？没有看到棋子。可以做出星星 ，STAR， 这样子，星星，把星星变成棋子好了。要有棋子之后，就是输送带变成
HOST 都有了，这样子就不会造成来不及的状况。这样子只要把 belt 推下去，就同时成立了。额外关卡。跟刚刚很像，但是地形有点不太一样。不然的话，同时把它放在一起。接下来要把星星想办法弄出棋子，Love 会融化，然后 Love has flake， 这样应该可以吧？这样子再去弄。星星，这样就会变出棋子。这边的关卡好像没有什么隐藏的，这也没写，那应该就没有。直接用这个就可以看出它有没有隐藏的关卡。我现在要变出一个88，之前有 label 的好像是这一关。这边有个 label， 先把棋子，因为胜利不重要，这一关胜利不重要，再把它调整到之前的样子，把它推掉，之后想办法把88拿上去，这里把它变成多一些字的话，不知道有没有用。is push， 还有一个 and， 再把88放上去，这样就可以弄出88了。接下来就是把石头推过去，要怎么推呢？绕一大圈，把水推掉，这样子。这个关卡感觉好像可以玩，不太确定。好像可以玩，还有规则，到时候再看看吧。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如果有人想对我说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